热，洗洗再吃点心。哦，什么味道啊？他们逼得我走投无路，可我哪会放弃啊，伙计？我径直走下那块木板，直视着他们的眼睛说：“太好了，找到了，谢灵通，大西洋中的外来海藻。哦，天哪！不管它是什么味道，都是从这里飘出来的。兔！哦，嘿，队长。”我在给章鱼宝做清洁保养，得把这些铁锈都擦掉。它哪里来的怪味啊？哦，那是我用醋研制的著名的纯天然除锈剂。哦，兔，你完成这些工作还需要多久啊？不会太久的，队长，全干完差不多还需要两天吧。两天。这样的话，兔，小萝卜，你们俩留下来完成这些工作，其他队员登上舰艇。我们即刻前往深海章鱼实验室。谢谢。我一直都挺喜欢这个味道的。我们到了马里亚纳陨沟，地球上最深的地方。那里就是章鱼实验室了。这里的味道好闻多了。哦，这张床归我了，伙计们。瓦奇，章鱼实验室的面积要比章鱼堡小很多，所以这里的床不够睡。床不够睡，恐怕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大家要挤一挤了。我睡不着，我们也是。队长，你来看这个。看上去这些深海热泉喷口附近会发生海震，可能会有危险，我们应该通知那里的每一个生物。那么，谁想半夜出去游个泳？你是说离开这里吗？要，好呀。海热泉喷口应该就在前面了，队长。谢谢大西西，风化结束。队长，我觉得不穿章鱼超能服的话，咱们能走得更快。话虽如此，可一旦海震发生了，章鱼超能服能保护我们。看呐，深海热泉喷口。我的老天爷呀，这里比章鱼实验室还要拥挤啊！这里虽然挤，却是我们的家。哦，你好呀。这里可以居住的地方并不多，所以不能太挑剔。喷口为我们提供了热量和食物，而且，你们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你是一只金属蜗牛，而且还生锈了。我的壳经常生锈，所以大家都叫我铁锈。我是一只鳞角蜗牛，我的壳和护板都是由铁组成的。这下我可算是开了眼了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们是海底小纵队，我们来是为了通知你和这里。是海震。海底小纵队立即行动，坚持住。大家没事吧？没事。铁锈去哪儿了？能帮我一下吗？铁锈，我们来救你，小家伙。我的小乖乖啊，你疼吗？告诉我这是几。不用了，我很好，朋友们。可那么大一块石头应该会砸伤你啊。这你就有所不知了，朋友。我们鳞角蜗牛的壳可是海里最坚硬的。队长，收到请回答。西西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这里出了一点小问题，海震造成了这条海底裂缝，它就在赵云实验室的正下方，不断有高温的水和蒸汽冒出来。我的小乖乖啊，这听上去可不妙。
那可不一定哦，海底的裂缝可能就是一片新的居住地，我得去告诉我的伙伴们。我们马上过去，纳西西，启动掌鱼情报。必须把章鱼实验室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我们得赶紧行动，队长，新的海战马上就要来了，这个裂缝会变得越来越宽，直到……天哪，立刻行动起来，队员们，现在我们需要几艘舰艇来帮忙。兔兔兔，收到你的回答，你能听见吗？兔兔兔，哦，看来我们只能用手头的舰艇了。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。啊，队长，这个地方看起来不错，很好。阿西西，铁灵通，遵命，队长。爸爸，小心点，慢慢来，稳一点，稳一点。脱绳！啊，不好！我没事。糟了，情况不妙！队员们，看来我们得亲自动手了。一、二、三，用力！一、二、三，用力！这得搬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们不能轻易放弃。一、二、三。看到没，我就说这里很适合居住吧。铁锈，你们来这儿干什么？小家伙，这里很危险。对我们菱角蜗牛来说很安全，我们不介意这一点点热水。要我说，要是没有那个大家伙，这里会更宽敞。我们正要把它挪开。看来你们需要帮手，或者超级坚硬的壳，不如让我们到那下面去吧。不行，铁锈，章鱼实验室非常重，你们受不了的。队长，我觉得他们有自己的计划。章鱼实验室对于一只蜗牛来说确实很沉，但如果所有的蜗牛都到下面去，实验室的重量就被分摊了，他们就能够移动实验室了。看来值得尝试一下。来吧，伙伴们，看我们的喽！大家一起用力。好的，现在轻轻地放下来。看，完全没问题。大家往这边走。轻轻地慢慢动，慢慢动，把它背在壳上走，壳上走。轻轻地慢慢动，慢慢动。队长，你看，集中抓钩。开始拉，再加把劲儿，伙伴们，咱们马上就要到了。快呀，裂缝越来越大了，再往这边来一点儿。我们成功了，来吧各位，再抬一次。一、二、三，用力。来吧，伙伴们，就在这里安家吧。看来我们要成为邻居了。谢谢你们的帮助，铁锈。如果没有你和其他的蜗牛，章鱼实验室就要掉到大裂缝里面去了。不用这么客气，朋友，这里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理想家园呐。没错，虽然稍微有点拥挤。呼叫队长，我们已经完成了章鱼堡的除锈工作，大家现在可以回家了。谢谢你，不过我们可能首先要欢迎一下我们的新邻居们。哦，对了，你那里还有多余的除锈剂吗？偌大公告城，铁锈都没了。你们可真是好邻居呀、啊！脚忘了擦，好痒啊！哎呀，这东西味道还挺不错的。
Mm-hmm.